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拓领环球运输的 Vice President Frederick，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在拓领我们的沟通模式、沟通对象以及所使用的工具。首先，尊重专业以及尊重所有同仁的意见是我们遵循的准则。在这里，你能感受到意见被倾听、纳入决策考量、付诸行动，进而带来正向的商业行为。就如同我常常跟同事们分享的 ，Your opinion matters。再者是多元多文化的沟通对象，可能在一个 conference call 里面，我会接触来自新加坡、香港、中国、荷兰、印尼、美国的同事们，大家来自不同的文化，却往往能为了同样的目标互相理解讨论。虽然不是每件事都能达到全体一致的意见，但往往能够凝聚共识，进而执行计划。工具上我们善用 Microsoft 的 Teams， 就好像台湾人常用的 LINE Apps， 你可以迅速随时的发讯息、语音通话，进一步做多人的视讯会议。在现在的疫情状况下，透过视讯彼此关心也是相当温暖的。谢谢。